各位朋友，我们再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见面了。想到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命的试炼是怎么样。这个生命的试炼呢，主要就是能够更深刻、更有内容的来经历这一位神。若是你是基督徒的话呢，我相信你听过亚伯拉罕，我相信你也看过圣经，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呢，就是神拣选了一个闪的民族，那个族长就是亚伯拉罕。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的那个祖先，犹太人的那个列祖，就是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开始的。来到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呢，神就明明的呼叫亚伯拉罕，要他成为万国万民的一个祝福。圣经里面讲，犹太人呢就是要祝福万国万民的。但是当我们看犹太的历史的时候呢，他们在这个方面一段时间是失败的。特别来到耶稣的时代呢，犹太人觉得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是要圣洁，所以呢，外邦人是不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就要跟他们分割出来，不要跟他们有太多密切的来接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生命是怎么样影响生命呢？若是我们没有机会，也没有一个空间跟这些跟神没有关系的人联系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看到神对他们成为万国万民祝福那个应许是怎么样。很多很多犹太人，他们只是活在自己民族的世界里面，所以耶稣就来要将整个现象的更新过来，从旧约那个 这个当时候的人，犹太人的一个封闭，就再开放过来，因为这个祝福万国万民需要生命改变。可以说生命是没有蜕变的，更新过来。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，我们是要成为万民的祝福的。这个祝福不是单从一个物质上面，就是我有丰富的一个物质，我有一个丰富的一个资产啊，我就从一个物质上面呢来祝福你，你有需要我就给你。不是这样，这个是一个短暂的，你给他，他用完就没有了。但是当你的生命能够影响他的时候呢，他也是经历到这个生命的丰富的时候，这个就不同了，这个就是能够享用一生了，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，是跟神关系的建立，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蜕变过来，不一样的生命。这个祝福我们要了解到的有一个很清楚的点呢，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经历一个更新，需要经历一个蜕变。就好像是一个蝴蝶呢，从一个幼虫怎么样变化成为一个茧，然后就慢慢成为一个蝴蝶一样啊，这个生命进化，生命
蜕变的一个过程。人同样世界一样，经历神的拯救，经历神的更新，这个生命就丰富过来了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如果你是基督徒了，你的生命是怎么样？或是在我们收看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些还没有信仰的人，你是为什么而活的？你是为物质，你是为自己，但是你存在人生里面，你有没有尝试将你的生命祝福别人？还是成为别人的一个抗拒，一看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晕了，就讨厌你了。盼望我们在生命的世界里面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否成为别人的祝福了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下次再见。Thank you.